everybody， 这里是嘉哥的 vlog。哦，这个开头好久没有过了呀。咱就是说，咱就是整个一个大动作，怎么说呢？就是咱们到了长沙了，已经就是到酒店准备好吃的了，就是可以吃饭了这个动作。咱就是一起干一碗汤来。就是说干杯来、哦。这是什么汤啊？虫草鸭梨应该是。虫草。好健康。咱就是说整个一个大动作，咱干杯了您。咱就是说给大家介绍一下，这个是姐姐实习的时候我吃了整整快大半年的一家餐厅。不是吧，就是这一家你是姐姐哦，是的是的，连这个包装都是一模一样的好吗、okay. 所以你刚刚拿进来的时候我整个就这样可以 amazing。 集美们，现在下午6点，我要开始干饭了，我要做一个干饭人。好了，你们也赶紧去吃饭吧，别看 vlog 了。好了，我去吃饭了，再见。Tomorrow。早上好啊 ，everybody！ 现在已经是上午的10:48，今天我8点多起来在那儿 make up。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嘉哥孟佳。姐姐好，下午吧。中午正好大家吃饭，可以。那你帮吧，你帮。看你怎么办呢？老板说要发怎么样？说不难，是不是家人们？家人们，你咱们说是不是这个道理？我不管了，我就发了啊。嗯。家人们都说是吧，家人们。你是家人，各位观众朋友们，大家都是我的家人。这个封面 OK 吗？可以啊，总比后面撅撅撅裙子强。那就撅裙子了。不行，上班了，上班了。Later。给你们看一下我们录制的地方，大家就是这样坐在这个前面，会出现在我的 vlog 里面。Hello hello hello 啊，嗯，好了，我要开始录了。对不起哈，来来来，有人想要主动入镜，想要出镜，耶、yeah。太白了，等一下啊，好，曝光曝光 ，hello hello， 继续我的 B 站 vlog。这个在微博上发吗？
你想要出现在微博啊？那我直接就这样子就好了。大家好，这是中国 boy。 哎呀，大主播。好了，开工了，开工。Later。 来来来谢谢你的一路陪伴，杀青快乐！我也陪伴了两期，一天是很惭愧。他应该把一路改成一天。我觉得这么好，还可以啊。我挺好，我把他们唠嗑也听到这么久。对呀、啊，你刚刚在哪里聊天呢？嗯呢，嗯呢，哇，我已经回到了酒店了，都已经。现在已经几点？1:13，妆都已经花掉了，妆都花了，让我也怎么记得。今天的录制呢，收获挺多的，这个节目很不错，然后也有一种自己照镜子的感觉，然后反省就是回家对自己的家长跟老人更好一些，更贴心他们一些，更多去了解他们一些。嘉哥今天又是一个自我反省的一天呢，后头我要去卸妆睡觉了，明天很早又要飞去北京，我们下一个 vlog 见咯。今天的 vlog 在这里要打板跟大家说再见了，好啦，晚安，今天的嘉哥 vlog 到此结束，谢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